接下来我们要来实战，机械化的朱雀搭配上爱抚塞郎，放进庞贝队里面到底会怎么样呢？你汤打十分，我觉得这关卡是适合的。我现在进的这关卡是适合这一队的。好卡哦！天哪！五只集合能合体吗？不知道，我等一下可以试试看，但是应该不行吧？第三次也不要尴尬，这次不会，这次应该会过。好，昨天生日这个影片会上传吗？不会，可是我有上传第三十队。那你要看昨天三十队的扩程的话，其实你可以看我的这个频道有直播记录啊，可以参考一下。要全消光哦，误会了啦，我以为不能消光，完全反方向。好，现在是还在实战吗？对，还在实战，实战尴尬的实战中。啊，对哦，没光珠，为什么每次都这样？我们很帅气的开完技能就没事，但事情好像不是。拱狼许为害你肝丹，行，剩下莫比乌斯了，老鼠屎还没有。要让他跳起来。好，行。够了啦，够了啦，行行行行行。预计开到几点？八九点吧，第四关。好。机械如机械特性来了，然后技能也都跳了，太好了，完美！家终于可以实测这队的技能了。好，skirt 的感觉，第六关。固定住，现在三个回合都来玩个固定住哦，固定版面哦，这队就是可以连三个连三次固定版面。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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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下来来一个固定版面。一亿五，哎，天哪！
直接环门血打一补没问题。哇，这天降到八 combo， 好想看伤害哦。他会有总伤吗？没有总伤。我过了，我们就要这种爽快感，对不对？过了，看不到伤害，可是看到那个转板跟天降的感觉就够了。好了，这对朱雀机械化的实测在这边告一段落了。我觉得庞贝可以搭，如果说你没有很多的队员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板，大家也可以看到。那天降的感觉也可以天降到七八 combo 也是没问题，爽。